本是个大忙人儿啊，东家长啊，西家短，专帮人解难题儿啊。嫉恶如仇，不计得失，满腔热情提前退休，心不下岗，还得搏几会儿啊。有一个大杂院，住着街坊和四邻儿啊，新朋友旧相识，有事没事串个门儿啊，赵钱孙李鸡毛蒜皮，锅碗儿长盆瓢盆，用我心换你心，人间他有真情儿啊。在咱们小区开展首都市民学英语的活动以来，效果显著啊。在最近街道举行的英语水平测试中啊，赵老师、孟大妈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为小区争了光，在此特地提出表扬啊。小梁，还有我呢，还有我，对，还有马大姐。我听教英语的孙老师说，马大姐虽然成绩不是特别突出，但是成绩稳定，还没有大起大落，一直稳居全班倒数第三。谁倒数第三啊？我明明是倒数第五。哎，小马，你这就不实事求是了，明明是倒数第三。话可不能那么说呀，要加上昨天去世的韩大妈，还有最近患上老年痴呆症的那个薛大爷，马大姐的确倒数第五。你看，我就算了，名次是次要的，重在参与嘛。马大姐这种好学的精神还是值得表扬的。最近啊，街道上还要举办一个英语强化班，准备从中选出几名成绩优秀的居民来，负责接待从美国来的史密斯夫妇。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再接再厉，为小区争光。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都可以提出来哈。我觉得学英语吧，根本就是瞎耽误功夫。现在大伙儿都挺忙，哪有功夫学英语啊？再说了，学完了有什么用啊？别人怎么着我不管，反正我不参加。老齐，你这思想可太落伍了啊！你看现在咱们奥运也申下来了，世贸也加入了，你不学英语怎么成？我从小就没学过英语，这40多年我不也过来了吗？再说了，入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没关系啊？什么关系啊？那关系啊。赵老师，您跟他说说那关系。哦，关系可大了，就因为以前没跟世界接轨，咱们在产品出口上那吃了大亏呀。哟，可不，原来咱们国家生产的一种方方牌唇膏，质量上乘，包装精美，价格适中，后来啊出口到欧洲，您猜怎么着？肯定是供不应求啊，一只也卖不出去。为什么呀？原来这方方两个字的拼音 FENG 在英文里的意思就是蛇的毒牙。哟，那是卖不出去，谁敢把毒牙搁嘴唇上啊？对，还有一种叫纳斯牌的香皂，这产品出口以后啊，不但卖不出去，有关国家还向咱们提出严正抗议啊。那又为什么呀？就因为纳兹的汉语拼音 NARI 在英文里边就是纳粹的意思，一模一样。哎呦，纳粹牌香皂那能不提抗议吗？还有一种马戏扑克 MAXIPUKE 在英文就使劲呕吐的意思。哎呦，这么恶心的东西谁买呀？就是。哎呀，母亲听见了吧，不会英语给国家造成多的损失啊。多大损失？那也是领导专家的事儿，我就是一老百姓。老百姓怎么了啊？常言说艺不压身，多学点东西没坏处，将来奥运会在咱们北京开了，你不会英语，见着外国朋友连个招呼都不会打。不是不想学，我是没那精力，
岁数大了不说，还老闹病，这高血压、低血糖、肾结石、胃溃疡。你是懒病，岁数大了，你能大过刘奶奶家？你能大过赵老师家？活到老，学到老。哎，是啊，王师傅，有一位哲人曾经说过，一个人一旦停止了学习，就说明这个人已经老了。那一个人一旦停止了生病，那就说明他已经死了。哎，不听劝是吧？成心拉咱们小区的后腿是吧？我一看你那股顽固劲儿，我就一卯门子气。我告诉你，就我得了，我出去给你找个人来。你要干嘛？教育教育你，甭害怕，思想教育。你等着，等着，我等着，有什么了不起？哎，就不学，怎么着？茂奇，你为了小区的集体荣誉，也得把英语学好，是不是？您别拿大帽子压人，你们得讲出道理来。哎，你们谁要能说服我，哎，说服你的人来了。哎，来来来，请请请，我把他请来，就是为了教育一下茂奇。这位同志，从小失去了右臂，只剩一只左手。他四处流浪，沿街乞讨，为的是供家里三个孩子上学。是啊，俺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了。俺这孩子再也不能像俺这个样了，俺一定让他好好读书，尤其是学好外语啊。茂奇，听听听听啊，人家要饭的这觉悟，你跟人比比，你不觉得惭愧呀、啊、爷？我就不明白，干嘛要非要学好英语啊？那还用说，外国那钱好要吗？合着学外语还是为了要饭呀、啊？没出息，没出息！看在你是个残疾人的份上，我就不难为你了。走吧，走吧，你瞪着我看什么？大姐，你这个手机是摩托罗拉的吧？是啊，怎么你也知道？其实你只要找个正经工作，不出三年你也能买一个这样的手机。你还太不要了，你那个不是最新款。还挺有志气哈。别忙，是俺的摩托罗拉最新款。Hello， 这要饭的也有手机还不也有方便吗？他原来有右手，你不是你说你就一只左手吗？是啊，俺是只有一个左手啊，俺有两个左手，那不成怪物了吗？哎，真是骗子！哎，走，派出所，走走走，别走，别走，佛我我乐，佛我哎，毛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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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说那英语强化班你到底参加不参加呀？马大姐，这学英语可不带强迫的啊，您得说服我。哎哎哎，合着昨天那事儿你给忘了，还不从中吸取教训？你要想说服我，你得拿出硬道理来。不是，可是您昨儿正好相反，找了个反面教材。这反面教材好啊，这正好说明，入世以后你要是不好好学外语啊，就连那要饭的都得下岗。哼，光凭着残臂断肢啊，做一磕头能要着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杨大姐，我可不是乞丐啊，我有技术。现在这技术日新月异，你不抓紧学习也得落伍。哼，那我用中文也能学到技术，那干嘛非得学英语啊？现在这中文里边啊，英语单词特别多，你想躲都躲不开，是不是？你比方说这个OK， 那就挺好。再比方说这 WTO， 那叫世贸组织。还有这 email， 那叫电子邮件。我就不明白，放着现成的中文不用，非要用洋文啊，张口开个 party，闭口挣点 money， 听着我就烦，崇洋媚外。茂奇，这话不能这么说。反正我平时说话呀，从不夹带着洋文。哎，您呀也甭费心了，您忙您的，拜拜。这那就拜拜，这不就洋文吗？哎，孟大妈，孟大妈，孟大妈，我正要找您呢，想向您请教一个单词。什么单词啊？这个
F 窝窝乐。哎呦，这都多长时间了，这26个字母还没背下来呢，满嘴的汉语拼音。哎呀，您先甭管这个，您先告诉我这单词什么意思。傻瓜，笨蛋。您怎么骂人呢？谁骂你了？你不是不知道这单词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你也不能骂我傻瓜呀。哎，小马，我不是骂你，我是说单词的意思是傻瓜。哎，小马，哼，他竟然骂我傻瓜。依我说呀，这孟大妈她还真不是骂您。怎么说话呢？这是哦，合着我本来就是傻瓜。什么主不是这意思，您听我把话说完呢。那英文单词 fool 译成中文，它就是傻瓜的意思。孟大妈根本就没骂您，是吗？那他干嘛不跟我说清楚啊？他还是诚心拿我开涮。要我说呀，这学英语不能急于求成，您就得循序渐进。您可倒好，26个字母还没记全呢，您就学开新概念了。要想提高英语成绩啊，您就得踏踏实实的好好学。光我好好学就成了？你也得学，这入世以后社会竞争多激烈呀，你不好好学外语还行啊？什么英语水平？嗯，那还用得着学吗？嗯，上次陆总啊带我跟外商谈判，嘿，我溜溜的跟人聊了半个多钟头，不带打磕巴的。真的？哎呦，慢着，那老外是不是懂中文呢？F 窝窝。哟，莫奇，哟，买了一 VCD 呀、啊？什么 VCD 呀、啊？这叫影碟机，说话别老带洋文成不成？我听着别扭。行，影碟机，影碟机。哎，莫奇，莫奇，莫奇。前两天你身体不好，上医院看看去没有啊？去了。哦，到医院做了一个计算机化 X 射线分层造影扫描，什么毛病没有。什么叫计算机化 X 射线分层造影扫描啊？其实就是说了你也不懂。哎呦，小梁小梁、啊、哎，你知道什么叫那个计算机化 X 射线分层造影扫描？哎，茂奇呀、啊、刚做这检查，他说的我糊里糊涂的。你说中文您当然不懂了，你说英文您就明白了。俩字儿 CT。 嘿，好你个茂奇，拿 CT 糊弄你大姐，还说什么计算机化 X 射线分层造影扫描。我那不是觉得说话带洋文的别扭吗？你这么说话更别扭。我那什么，我还有事儿，回见你的啊。这哎，小梁，这个那F 窝窝乐。妈，你怎么了？谁又得罪您了？你妈什么时候对我这么打人？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明天啊，人家外宾史密斯夫妇要来咱们小区参观访问。嗯，梁主任和孟大妈不让我参加接待。那还不是因为您英语考试没过关呢？我没过关，他孟大妈就过关了。哎，这过关没过关的成绩说了算呢。我听说这次英语考试孟大妈得了95分呢。95分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我比他还多一点呢。哟，您得多少分？96？嗯，不是，多一点。97？对，告诉你多一点。哎，您到底考了多少分啊？嗯，9.5。9.5？合着您是多了一小数点啊？给我考了一倒数第三吧。胡说，谁倒数第三呢？那就是倒数第二。嘿，这个死丫头，你要气死我呀、啊、你！我明明是倒数第五。早就跟您说了吧，这学英语呀、啊，不能急于求成，得循序渐进。您就是不信。这回又考砸了吧？少说点风凉话吧。哎呀哎呀，
赶快教给我几句日常用语。回头明天虽然我参加不了接待，万一那个外宾参观到咱们家的时候，我好应付应付。我教你啊，我还一瓶子不能半瓶子逛逛呢。你就教给我怎么自我介绍。学了这么长时间，您连自我介绍都不会呢？这，哎呦，老了，脑子不好使，记不住。快教，快教，教教一下。那您就见了面，哎，您先说，My name is 马小燕，就是我是马小燕。哦，接下来呢？接下来你就问他，哎，你叫什么名字呀？哦，就是 What's your name？ 啊 ，What？ 哎，这我知道。What 是什么？什么 ？What？ What？ S S Your Your Name Name What What S S Your Your Name Name What's Your Name？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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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小梁啊，那个史密斯太太跟孟大妈呢？我太太想参观一下你们这里的居民的家庭。对。孟女士已经陪她去了。哦，我也想参观一下你们这里的幼儿园。啊、oh, ，no problem， come with、okay. me please。小梁，哎呦，您早来啊您。哎my name is 马小燕儿。Nice to meet you 。我是，他说什么？见到你非常高兴。哦，我也该怎么说 ？Me too。What's your name？ What？What's your name? What? What's your name? What? 他根本没听懂。我是问你啊 ，What's your name? What is my name? 嘿，你自个儿名字都给忘了你。这老外他不会说英文，这听力忒差了。这个。这位大妈可真逗，我的听力很好，怎么会差？您会说中国话？哎呦喂，这大姐你怎么这样啊？上来就问人名字，多不礼貌啊！怪不得不爱搭理我，老卧头卧的跟我打岔呢。人家没不搭理你，人家的名字叫 What 啊？他叫什么？人家名字叫 What， 不是 What， What 不是 What， What 不是 What， 这怎么跟您解释呢？啊，这俩字儿同音。那前两天开会的时候你还说他叫史密斯。 Smith 是他的姓，人家名字叫 What。 啊，这么回事儿。下次啊，您见着外宾的时候您先问好 How are you？ 这学过呀。Who are you 啊？ Who are you？ 不是 Who are you， 是 How are you。 差不多太远了，您这 Who are you 听着不像问你好，倒像问你是谁。 Who are you？ 就先不管这些了，你先教给我下边怎么说。您问人家 How are you 啊，那人家一定回答说 I'm fine and you， 就是我很好，你呢？然后你就说 Me too， 意思就是说我也是，意思就是我也挺好。哦，好，记住了。Who are you? Me too. Who are you? Me too. Who are you? Me too. Who are you? Mr. Smith's wife. Me too. Me too. What? Me to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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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呢，你没看见呢？把史密斯这两口子啊给乐的哟。人家说呀，我是史密斯先生的太太。小马飞说呀，me too me too， 那意思就是我也是我也是。你说可乐不可乐？说什么呢，这么高兴。小马，您吃了吗？吃了吃了。你们呢？迷途迷途。哟，你怎么也学看？好啊，你敢笑话我，就不给你点颜色看看。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明儿奥运会跟咱北京开，见着外国朋友你不会英语，英语。合着昨天那事儿你也忘了？你怎么没有从中？呸！现在这技术也是日新月异，你不抓紧学习也得落伍。茂奇，这话不能这么说。反正我平时说话从不加。小梁，小梁，你知道什么叫计算机化艾克斯分层射线没说？呸！这位大妈可真逗。我的听力很好，怎么会差？过关没过关的，这考试场。哎，当时啊，哎，我们国家哈，呸，什么我们？超越国际的，是不是啊？它是啊，中心，呸。声光电雷，电雷，没电，光没电。说，其实呢，我爸爸他那个，你看他这自己承认了吧？群众的眼睛雪亮了。我跟你说，戴墨镜我也买一个。有的时候呢，他还穿一双呢，千层底儿的。煮棍儿，千层底儿的。先煮棍儿，吃茴香馅饺子。啊，我怎么不知道？什么馅儿的？巧吗？有那么巧吗？不是，我这要按各过去。各过。对，我还没问完呢这个问题。我是您是这个看个词儿。哎，我告诉你们，我刚插队的时候。插队。谁不愿活到十载边，要是太自私就会人见人烦，既然自己是一个社会单元，再大的事儿都得管一管。你拍一我拍一，小孩少打游戏机。你拍二我拍二，废物装进垃圾袋。你拍三我拍三，假冒伪劣一过关。你拍四我拍四，足球出现是头一次。你拍五我拍五，胡同是抓贼两头堵。你拍六我拍六，你可千万别买注水肉。你拍七我拍七，上网得学计算机。你拍八我拍八，召开奥运在咱家。你拍九我拍九，先上户口再养狗。你拍十我拍十，发挥余热还不迟。社会正在进步，眼光得远，自己个儿的牢骚别没结没完，别人的事儿再烦都把它当个事儿办。别说你忙你